他居然还活着，看来这两年他为了复仇吃了不少苦。你是谁？严诗怡，果然对仇人之女的仁慈，就是对我萧家满门尊严的践踏。我怎么在这儿？干嘛靠着我？哦，你失忆了？你要干什么？顾梦，不得不说，你的演技还真是精彩。顾梦，接着演，我倒要看看这两年你学了多少本事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耐心有限，再装下去我就让人抬着你出门。既然你觉得我是在演戏，那我说再多有用吗？我警告你，你什么目的我想你我都很清楚，我奉劝你一五一十的都交代，否则你要杀别杀。督军，大帅急报。得罪了督军，你还想逃？你又是谁？我是萧红叶的未婚妻，督军府未来的夫人。萧红叶，就是那个靠着我的人。还装？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给我上！是。你要干什么？站住！游戏才刚开始，怎么能放开你？实话说吧，你失不失忆？对我来说，并不重要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我的丫鬟如梦，我当然想干嘛就干嘛了。丫鬟如梦。你不是说我叫顾梦吗？看来你的耳朵和你脑子一样不好使。你这是对待丫鬟的态度吗？你这分明是对待仇人的态度。接着说。从我一醒来，你就对我要打要杀，不是仇人还能是什么？你几次三番的想爬上我的床，我怎么能不厌恶？不可能！你放开我，萧红叶，你还不如杀我！
你放开我！你杀了你，谁来伺候我？哼，别乱动！我问什么你答什么。我是谁？你是如梦。那我怎么会失忆？你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成为督军府的姨太太，所以被督军拒绝之后，你由爱生恨，在舞会上想刺杀督军。督军抓你的时候，你头磕着。说实话。如梦，你我都是丫鬟，我何必要骗你？你又何苦要为难我呢？求求你！红月哥。你看他多狠，从小到大我爹都没这么打过我，为什么非要把这个丫鬟留在府上啊？留他自有用处。你难道是看上他了？我不管，你快点把他赶走。不然你可以先回大帅府。红叶哥，我们的婚期还没定下来呢，我现在回去也没法跟我爹交代啊。让你下去了吗？怎么，我还得喂你吃？你个粗使丫鬟，懂不懂规矩？你怎么跟红叶哥说话呢？啊，督军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夹菜。以前我就是这么服侍你的。以前你可听话多了。我可没听说失忆还能把人的性格改变呢。我只是好奇，一个最低等又听话的粗使丫鬟，怎么会有身手？表里不一，贪慕虚荣，窝藏祸心。要不怎么说你是卑贱的丫鬟呢？督军对我的评价这么高，我可得好好谢谢督军。这杯酒，敬督军。这么好的饭菜，浪费可就可惜了。放开我！吃，吃。
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投怀送抱？做梦吧你萧红叶！你放开我！既然你自己想投怀送抱，就别装什么贞洁烈女。蓝色海域涌动着风的秘密，却被月亮也偷听去。生命海底你撩过温柔的气，却触不可及。纵身一跃将月亮拥抱潮汐，无畏海与空的距离，漫天飞舞的流萤汇聚向你，就像